早晨5:13。先从这个酒店向外望去，昨天晚上空调开得太大了，然后秋里可能睡得，然后头发也没有干，可能睡得有点感冒头疼。这楼这楼不知道还在建吗？然后远处可以看到，镜头里还拍的比较亮一些，实际这个还有些暗。这个天，你再看看这边，这里有辆车。好像并没有看到人，很少的人这个时间。好了，这就是平壤，早晨5:00。哦，这个是个补一下，这也是个电车。昨天说过了，这个他们好像无论多长时间，都只要5毛人民币，好像是。啊、嗯。无论哪个交通工具，他们这边骑自行车的还是挺多的。摩托车的昨天也是看到一些，大多数还是步行。不知道什么响、啊，早上。谁给你设了个闹铃啊？这是个什么？等会儿，这是个。现在是早上6:00的平壤。看到一些车了，已经看到一些人了，但是人还是不多呀。那是军队吗？还是不像？看出来了。哦，是的。有人在唱歌啊。对啊，进入朝鲜是不允许带200，就是长焦的，200以上的长焦不可以带、不能太远了拍。你看那边一般都是穿白色衣服，你看街上的人看到了吗？我看现在几点了，对的，现在是7点多，7点半的样子。快去吃饭吧，来不及了。你在看那桥上的人，人比较多、一到桥上拍一下。对，我今天早都拍了，5:00、6:00、7:00都拍了，现在是7:00多。他们天亮天得很早，4点多就天亮了。7:00多的时候，你看人就比较多了啊。但是路上这个也有骑自行车的，但很少，大多数都是步行。大多数都是步行，然后出租这样跑的车，至少一半就是出租车吧？你看。嗯，他们私家车很少的。然后你们的天明，有火车会穿过这个市中心。我们现在先吃饭，秋丽在化妆。您这个是顶楼是吧？嗯。哦。空调是有那个3个档位，它这个不能调温度，有3个档位。这个花。啥花？嗯。今天早上那2个大雁，看到？嗯，有看。走。到了。2楼是吗？我们先吃早饭。我不知道。应该给导游他们打个电话。他给我打电话？7:00给我打电话。对。你那个闹铃响了吗？
旁边那个机器有闹铃声音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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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以为六点钟是准时，就是这边是机器机器啊，对，然后啊对对，国歌吗？没有，就响。后来不知道谁设了闹铃，找了四分钟才关掉，已经醒了。我五点钟醒了，五点钟拍了一次，六点钟拍了一次，我一晚上都是醒，拉肚子啊！刚才陈伟说拉肚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去练拉肚子，但是很神奇的是我没拉肚子。估计冰啤酒喝多了。嗯，我可能常年拉肚子拉习惯了。对，打个不打？你好。你好。可以打一下电话吗？听见了啊？啊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啊。可以。打到房间里。放心，放心，电梯。啊。啊，吃饭去哪里吃？吃饭，早饭。吃哦，早餐。啊，哦，往右来就行了。啊，往那边。哦，谢谢啊。嗯。哦，就是他们旅游的地方，有滑雪，游泳，这边还有游泳可以啊。嗯。这个是金刚山吧？嗯。这金刚山的就是啊，每条空杠那就应该金刚山，走吧。然后这个是早饭啊，嗯，各种我拿了一些，有面包，基本上每样都拿了，面包、鸡蛋、豆腐吧，泡菜，这是鱼肉两种，这个应该也是个肉类的，然后奶是酸奶，酸奶甜甜的，那是陈伟那边是稀饭，陈伟，嗯，哦，啊。这一碗稀饭你的吧？啊，你要吃吧？我吃啊。嗯嗯，稀饭，还有干饭。他们这边都可以拍，干饭没拿，可以拍照的，嗯，挺好的。还有干饭，稀饭挺香的，啊，炒的很纯。摆放的都挺干净的。嗯，你看这边摆的整整齐齐的，这是整个大厅。开玩笑，这是这边最高级的酒店。哦，这边啊。嗯。之一之一。嗯。菜品肯定是不如那个我们那边丰富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了，挺好的。啊，吃吧。吃吧，吃吧。八点半出门。他就说慢慢吃。他们已经在那边等，我说让他们一起吃，哦，他们已经吃过了。这是。面包，嗯，一样的面包，好吃吗？你刚才吃了，还可以啊。然后这个是，这个，吃了，应该加一点大酱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是，这个泡菜，这个也是泡菜，这鸡蛋，嗯，刚才没有这个鸡蛋，对吃了。我，啊，嗯，对，这个豆腐。豆腐和鱼。对鱼，嗯，啊，隆重推荐这个。你就为了拍这个来的。对对对，这个好吃。这个好吃，我拿一块出来给你看。这做的味道挺好吃的，然后就那个皮就很嫩嘛，鸡做的很嫩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苹果，这里面会有酸奶，冰的，冰的，嗯。然后这是稀饭，这里面干饭，这里面干饭，这是干饭，嗯，这是稀饭，有这个大酱汤，这个就是大酱汤，嗯，嗨。这两壶热水，嗯，只有两壶热水是热的。这边是大厅，我们要八点半出发，照一下啊。哎，小金、小许，要点买点药，肚子不舒服啊。你肚子不舒服啊？我想去买点药。他拉肚子多，嗯，我也拉肚子，他也拉肚子。不知道，他拉的很厉害，昨晚拉了。以前都是我出门拉肚子，结果这次他们。就是普及科学技术的终点，哦，也可以说是函授大学。哦，那像那个金城大学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
我们这次的安排是没有安排的，是的，是没有，我们本身是没有的。我们说有没有可能顺路能到？你们可能就是这样，就是大学习堂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然后时间不用花很多，然后再去别的地方。再去别的地方？就是时间我们稍微简单看一下。就是那简单，就是这种就好了。对啊。先看一下，好的。可以。嗯。大家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？挺认不认床啊？没有，我挺好的。认床。我认床又睡不着。昨天几点睡的？来太多次了。昨天几点睡的？昨天十点啊，十点、啊，也没看时间，反正洗完澡就睡了。没关系，今状态还是有。今天天气也挺热的，最低气温是24度。最高气温是32度。然后今天下午可能是阴天。空调可以小一点吗？有点风，差不多这么远。那个风小一点。爬到门。我来。因为直接。就有声音。后面有调的。我可以关掉，没关系。直接吹着什么？他们这个公车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！5块钱一个人是吧？就不用关空调呢？不用关。这样可以。他这边的钱5块钱，跟我们人民币兑换没有5钱，5毛钱。一比多。여기승리거리다그랬더라？승리거리。1000啊。这条大街也是胜利大街。这条大街叫胜利大街。对。那其实这不是。对，那个。挺好的这个，因为我们经过了50年代的朝鲜战争之后呢，就是第一次见这条道是第一次见的，第一条，对，所以庆祝这个胜利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胜利大街。胜利大街，这是安全员。一般白天的交警呢，就指挥的是女孩子，然后晚上是男的。一般是这样的。晚上指挥到几点？指挥到应该是很晚。很晚。对，12点左右吧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女生当这个交通指挥员？他们也在考，上这个学校，对，要上相对应的学校。对对，经过严格的批准之后，然后可能就分配的时候，对，会分配。那对长相有没有要求？应该是有要求的。有没有发现他长得都很漂亮？对。然后这个咖啡色的高楼大厦是平壤的国际文化会馆，是80年代的建筑。这个。对，在这里进行各种的，就是展览会，什么音乐会啊什么的，都是在这儿举行的。人还是挺多的啊。还挺好的。那这条算是主干道了吧？还是挺多的。然后右窗看到的这个朝鲜式的建筑啊，这个是那个人民文化博物馆。他们是在公安体系平壤大剧院。平壤大剧院。然后上面的海报是卖花姑娘。血海是我们的革命歌舞剧。然后这个建筑是60年代的建筑。刚才很多人坐在那里是干什么？坐在。刚才很多人坐在那。学生好像就是。他是夏令营排练的。排练。因为我们9月份的时候有那个大型团体造艺术演出。叫那个辉煌的祖国。9月份是那个你们那个国庆日啊。对，有。就为国庆做准备。听过阿里郎吗？听过。对，现在不叫阿里郎了，叫那个辉煌的祖国。阿里郎是歌是吗？对，阿里郎歌，我们也叫阿里郎民族。难怪，就是手机是不是品牌也叫阿里郎？对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然后左窗那个是劳动新闻社两位大领袖的那个画像的地方，看见了吧？看到了，很多建筑都有。劳动新闻社。对，劳动新闻就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。是报纸还是电视？对，就出版我们的党报的地方。
是煤。刚才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然后也有来中国的，就从中国来这边考察的。哦，考察啊，对，商、考察什么呀？就是看看这边就是可以投资啊，或者说合作，就经济方面啊，就应该是半官方性质的。他们也来了很多次了，对，就说这边挺好的，说就是未来就是会发展的更快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致力于经济建设，对，大力发展经济。然后我们的目的地快到了，金日成广场。哦，就今天的日程呢是首先看金日成广场、然后再到人民大学西塘、之后到平壤地铁站，然后吃完午饭、再到主体思想塔，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石塔。哦，然后下午呢就是对前往开城。哦，这都是学生啊。对，他们都是排练的。哦，就像我们那个放暑假的时候。对啊，好多学生。中学生还是大学生？中学大学都有的。哦，这个就是金日成的。对，金日成广场。金日成广场。这是什么时候盖的呀？这是1957年，1957年盖的，后来1976年得到修建，现在的面积73000平方米。73000。金日成广场是不是相当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？对对对。哇，好多人在排练呢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一个大排场，所以还登记在那个吉尼斯大全。就参与的人特别多。那是不是也正好我们赶巧碰到他们了？对对，运气也比较好。对，你们来对时候了。今天周几啊？今天周四。周四。哇，真的很多人耶。哦，他们就放暑假了是吧？已经不是暑假，他们10万多名，十万多名是吗？那真是可以吉尼斯了。他们现在是还没有放假。那个除了学校也有很多成人。下次各位就9月份的时候，秋季有时间的时候过来看一下那个大型表演。哦，好，9月份。十万的。好，9月份我们再来。9月份再来的话，可以看这个表演，也可以去景色最美的金刚山。啊，9月份风景最好。那我们觉得秋天，满山的枫叶，远吗？离这里开车要走3个小时左右。哦，那挺远的哦。金刚山在东南角了。对。金刚山是西南部。哎，那东南角啊。哦，这有10万人参加。是超多人的啊。好多人，10万人是什么概念？社会主义有这个力量凝结在一起了。对。那会管饭吗？就是表演的时候时长到，就是中途要有一餐要吃饭。那肯定啊，10万人的饭。对啊，我在想这个盒饭真的是都有的，有吃饭时间。好，我们到了，吃饭。